你也认识兰博啊？你也喜欢兰博啊？他是我室友。你跟他熟吗？喂，好，有水吗？哎呀，我刚刚喝完了。那个，我有。就这样，他和我的生命轨迹重叠了。我失恋了。别生气了，为了你我都把我室友给拉黑了。他居然说我很吵，我吵吗？不吵，不吵。要是到30岁还没人娶我的话，我可能就孤独终老了。要是到了30岁还没有人要你，我就收留你。讨厌。突然约我，这是又失恋了？没有，没有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我们吵架了，我们3天没联系了。但是我决定了，我这次一定要分手，我要分手。好，分手，分手，分手，大不了以后跟哥混吧。刚刚不是喂，暧昧让人受尽委屈。你给我打电话干嘛？不是说你不联系我了吗？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所以各位必须给我打起精神来。把 PPT 再改一下。怎么了？又失恋了？后来他把婚礼定在30岁生日的前一天。我知道如果我不敢跟他说我爱他，那我就不能成为保护他一辈子的男人。于是我决定勇敢一点，我不想让这个约定毁了我跟他的故事。互相照顾就是幸福的。我失恋了，要是到30岁还没人娶我的话，我可能就孤独终老了。如果我说我喜欢你，你会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